这件作品是木头雕刻而成的，用手工大概半年的时间去完成。沉淀的深度跟我们走过的速度是成反比的，我们走过的速度越快，它越来不及去沉淀我们的感情的想法。对任何人，他们对感兴趣的对象，我们会想要做一个记录。我选择的是一个相对来讲非常缓慢的方式。我想要探讨的就是一种人际关系，有些人就是夸大自己，可是他是透明的、虚无的，悬吊在这个空间当中。啊，有的人就是比较内敛，躲在一个角落。两个透明的人故意悬吊在厕所的正前方，带有一种偷窥的感受。